常出去玩的时候，最怕的就是遇到晕车了。那在遇到晕车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用油呢？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找出我们的胡椒薄荷了。胡椒薄荷你可以让它一滴一滴在你的手帕或者卫生纸上面都可以哦，滴了之后，然后让孩子轻轻的闻嗅吸之后呢，你也可以让它是放在他的衣袖里面，那这样子都可以帮助他去舒缓所有晕车的状况哦。